这把打完，咱们就开始接棒。先来把害虫。在我杀你之前，把它递给我。我操！致命节奏，石头人。多少场战斗？要 A 死我！全军出击！我们的战鼓将会盖过他们的尖叫，尖叫！饥饿在侵蚀着。震颤了！我必须得到满足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要蛤蟆了还不行吗？现在这野区改版了，打不了蛤蟆了，要么就打蛤蟆加蓝棒。有点疼，我操！这小子致命节奏打我，有点快，攻速有点快呀，不能跟他硬干呢。这叠起来打人还是挺疼的。小心杰西呀！要被杀者的面容吧。慢慢耗他血。我要拧下你的头颅，就这样而已吗？去，咦？垂死之人的喧闹。登个五级，为我流血吧！起！该我了吧！快跑吧！
不又装呢？上线发车了，滴滴滴，大雁来了啊！嗯，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你就是虫子。尖叫，打破他们的意志和骨头。大战的律动在哪里？你要回家吗？不回家呀。绝不留下完整的石头。我他妈给你一个扣，你还不搁这儿。我这个扣属于是必杀扣。他无论是过来还是不过来，他都得死。家了，不拆了，下边再来，无敌了。我讨厌这么等着。破碎的石头，破碎的骨头。什么意思？不让猜呀？嗯？垂死之人的喧闹！呜呼！战争！我需要屠戮。把这打了。垂死之人的喧闹，诺克萨斯不会容忍懦夫。不管了，这波不活了。算了，还是活一下子吧。反正他俩也追不上我，我就跑吧。
点。死道人刚才是不是被卡住了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如果他坏了，你就会跟他一样。但会饥饿。哎哎，别卡我！我打一个峡谷先锋，我直接上高地。还有意外收获，差一点那峡谷先锋就被我抢下来了。我 Q 没给 Q 死。咋没去糖豆人啊？今天没太想玩呗。这波不活了。打破他们的意志和骨头。哎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来了 ,ADC 喜欢。管闲事儿！死亡有机会了，粉碎吧！大地的耻辱标志，忘掉被杀者的面容吧。没人管，我可上高地了。有人管，我也上高地。再见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不会回来的。别烫我啊！给你们秀一个，兄弟们！踩得有点慢，不活了。为什么不创他？没创着啊！我以为能创上呢，他没创上。我最后寻思，我自己摁一下子。投降了。怎么投降了呢？投降了。